暖暖九宫格气球教学，只要九个步骤，让你轻松学会折气球哦。步骤一，准备260白色气球一条，5寸红色爱心一个，打气筒一支。步骤二，白色260气球充气，尾端预留约5指宽。从前面的吹嘴处，我们转大约4指宽的一个环泡。将球嘴从中间塞进去，让它固定。步骤三，转第二个4指宽的一个环泡，步骤四，再转第三个4指宽的一个环泡，步骤五，我们再转第四个4指宽的一个环泡，步骤六，我们继续再转第五个4指宽的一个环泡，好，我们目前总共转了5个环泡，将这5个环泡呢，我们到时候把它调整一下，变成是我们的花托。步骤七，我们将5寸的红色爱心气球充气，大约充气8分饱，然后从尾端我们把它打一个结。步骤八，我们将爱心跟这个花托把它做一个结合，抓着爱心的球嘴绕着这个花托，我们从下方把它旋转，让它固定。稍微做调整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